呀，我天！好，跟我出门买耳机。终于想花无限的啦！刚才追剧一不留神站起来一下，你能想象吗？哎，你的 iPad 都不是用坏的，是摔坏的。废话比较多，大家包出门。然后它的一个就是它可以改通透模式，就你要听外面的那种声音啊，其实它可以改成通透模式。那你说我是买这个胖胖的还是买这个瘦瘦的呢？我觉得你还是买这个胖胖的吧，比较符合你的气质。听阿桃的，买了这个胖胖的，来放你这儿。对了，刚才那个小哥哥说的那个连接的方式你听懂了没有？没事，回去我教你。那就欧了。哎妈，过来看，过来看！哦，是，好可爱。不不不，这个有好好看啊！好看的东西太多了，确实。哎呀，太好看了！买一个给橘子喝奶。妈妈，我们再抱一点零食回家哈。行，过节呢，来吧。哎妈，啊，你电脑旁边的叶子快枯了吧？哎，我有胶水啊。看来秋老虎真的存在哎！哎，你等一下，干嘛？看到植物都这么干，想想自己的脸啊！补水喷雾这个东东呢，电脑前面一定要备一瓶。这东西用得太快了，那就买个大瓶的吧。识货买的，底价比专柜还省很多，相当于小罐的价格，是不是可以使劲喷不熏疼了？识货还有很多护肤品都很合算，新人还可以拿188元补贴，快去看看吧！妈，你快看！哎，天哪，这电脑里面全是阿菊的自拍。天哪，这么多，他怎么做到的？还换了不一样的衣服，看来已经拍了很久了。对呀，看来拍了很多次。他这个拿的是什么？笑死我了！我觉得他都在学我们哎。但这个 iPad 你天天用，你都没有发现吗？我还真没发现。原来你是这样的橘子。你们在干嘛？阿菊，你太可爱了，亲一下。